开窗啊，快点。这哪个选一个？啥意思啊？自己选。那我肯定选这个呀。确定吗？啊。那你吃这个，我吃这个呗。这给你。面条谁来吃？这给你呗。我吃面啊。又来蒙我！哎呦我的妈！空还来糊弄我呀？得上得当！你别惦记我一嘴啊！嗯，忙了，忙了，忙该我的了啊！哪呀？全家你了，不欠你的了，你可别总跟我要了。啥时候欠我的？啥时候欠我的了？谁吃的快，谁先吃完，先给。行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，Oh my God!
哎，是不是早收拾？咋了？我回大酒店去了。咋的？哎呦我的妈！给你拿纸条。快点。不要。哎呦。好了，过完了，宝宝。哎呦，干嘛呢？我差点事儿啊。差啥呀？你妈只要葱花，放点葱，多放点葱花，放里头味儿不一样。我去，它不好吃。妈呀，有没有葱花？哪有葱花？等会儿。谢谢啊，妈没别的菜了，这整个菜呀，这就一盘豆腐。等会儿啊，这火势也不行啊。这不是大饭菜呀、啊？你要啥菜呀？妈呀！有没有盐？来点盐。这里怎么放点盐呢？这里头有，这必备的。来点盐吧，哥俩帮忙。这喝酒菜，妈呀，还没有别的菜了？这哪个菜呀？有，等会儿啊。这伙食也不行啊，姐们这些呢，这突然来这拿这糊弄我啊？这啥呀？这是拍黄瓜吗？要跟他妈整点啥香菜呀？这里得放点香菜蒜呢，啥也没放呢，烦死了！这咋吃啊？自己拿去。妈呀 ！Oh my god！ 再来点香菜呀、啊，香菜有没有？来点香菜。等会儿啊。我这香菜太少了，这一天还怕湿啊？你有什么可豪横？你问妈，你上外头有没有肉菜？大豆素的，还有黄瓜、花米，这天咋吃饭呢？有没有素去问问去？没肉，肉，我去。妈呀！哎呦我去！再来个肉菜呀！这天太素了，整的，这锅来咋整的？这给机器下来的呀？来个肉菜呀！你等会儿啊！那我去，妈这啥上了？这是你妈整的？这啥呀？啊，鸡脑袋吗？肉吗？给我上鸡脑袋，这鸡脑袋咋做的？鸡脑袋，我拿去，我不吃，拿去，这拿去吧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一会儿，那行，整点酱去。这是吗？这咋吃啊？没有酱，整葱蘸大酱吗？整点酱回去，快。扔垃圾桶去。
拿纸，拿纸。啊，拿到钱了，不来鬼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在家呢，你过来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Oh my god! 哎呦我的妈！老板点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俺不干了，这养的太胖，得让少吃点，控制控制。吃饭去吧。哎。快点啊！有这点饭呢？你看你现在啥样了，脸蛋也圆了，这用圈还吃呢，你减减肥吧。不够吃啊。不够吃真吃，吃完再说。再给我尝一口。一口啊。再来一口。
再来一口。没了啊，到此为止吧啊。再吃那脸更大。对啊。好呀。里面这里缺东西啊，缺啥啊？那每次都有鸡蛋呢，鸡蛋呢，得点鸡蛋呢。老板，是鸡蛋配套的吗？今天啥也不会干。来鸡蛋，你两个我两个别抢啊！我尝尝。呜！哈哈！吃吧，我接吧，你吃吧。还有肉呀，吃吧，多吃点，就该饿了。一会儿吃。我今天减肥，我没整饭。那你减肥就不管别人天天了，这整的啥玩意儿？这一天太胖了。我自己原来点吃的啊。哎呀，来吧，去他那边吃去。走，我上哪边吃啊？你减你肥，我吃我的肉，咱俩互相不干扰啊。哎呀，这小味儿，嗯，真辣。真的，嗯，味道好极了，来给你蹭点油啊！不减肥，你不减肥吗？减肥你蹭点，你这有营养。多好味道！辣，看看辣。嗯，这肉真的辣吗？算，绝配。吃饭我得等等，等等，气不气？非得治治他，明天再点。
哎呦我去！咋都给我改成伙食啊？是吧？今天表现不错呀。嗯，行、啊。呜！你别笑，滚！八万钱了。那什么呢？你瞧你身手，瞧你那个身材。我刚才在说，吐多了，你在找外人？烦死了！嗯，咦，有米了呀！哇哦！吃吧，吃饭了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吃肉吧，来吃肉。你吃肉。他咋不吃肉？
是啊。干啥？点碗呢？没吃完呢，点啥碗呢？你吃吧。你跟嗯？不，今天不愿意吃了。你咋的了？今天不喜欢吃肉吗？干啥呀？